出埃及记第四章。摩西回答说，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。你手里是什么？是杖。丢在地上，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。摩西便跑开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，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，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是向你显现了。把手放在怀里。他就把手放在怀里，及至抽出来，不料手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样白。再把手放在怀里。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，不料手已经复原，与周身的肉一样。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，也不信头一个神迹，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。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，也不听你的话，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，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。主啊，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，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谁造人的口呢？谁使人口哑、耳聋、目明、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指教你所当说的话。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，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？我知道他是能言的，现在他出来迎接你，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，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，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。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，你要以他当作口，他要以你当作神。你手里要拿这杖，好行神迹。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，对他说，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，看他们还在不在。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去吧。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，你要回埃及去，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。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，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。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回到埃及的时候，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，他必不容百姓去。你要对法老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，你还是不肯容他去，看哪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，耶和华遇见他，想要杀他。西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，丢在摩西脚前。你真是我的血狼了。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。西波拉说，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。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。他就去，
在神的山遇见摩西，和他亲嘴。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。摩西、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。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，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，百姓就信了。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，鉴察他们的困苦，就低头下拜。第五章。后来摩西、亚伦去对法老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。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，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，走三天的路程，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免得他用瘟疫、刀兵攻击我们。摩西、亚伦，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？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。看哪，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，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。当天，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，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，叫他们自己去捡草。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，你们仍旧向他们要，一点不可减少，因为他们是懒惰的，所以呼求说，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。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，叫他们劳碌，不听虚谎的言语。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，法老这样说，我不给你们草，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那里去找吧，但你们的功一点不可减少。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，捡碎秸当作草。督工的催着，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，与先前有草一样。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，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，完你们的工作呢？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，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，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，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，看啊，你仆人挨了打，其实是你百姓的错。你们是懒惰的，你们是懒惰的，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。现在你们去做工吧，草是不给你们的，砖却要如数交纳。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，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。他们离了法老出来，正遇见摩西、亚伦站在对面，就向他们说，愿耶和华检查你们，施行判断，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，把刀抵在他们手中杀我们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？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
自从我去见法老，奉你的名说话，他就苦待这百姓，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。